标榜着结合顶级沙龙的保养概念，本品以多元化的植物油脂、植物精华滋润脂源肌肤，除了葡萄籽油、夏威夷核果油、芝麻油等常见配方外，还独家使用来自巴西的古布阿苏。这种果实的油脂具有绝佳吸水性，并且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与氨基酸，保湿之余还能养护脂源的干裂。再者， OPI 脂源油的浓厚扎实感也广为人知，涂抹时油脂会缓慢渗透至基底，因此滋润感也能维持较长的时间，省去需频繁补涂的麻烦，尤其适合保养干燥倒刺情形较严重的手指。更棒的是，它拥有同类产品少见的大容量，亦有小瓶装，可视使用习惯，预算选购。台湾彩妆刷具品牌 Solon 的植彩也很受欢迎，不止指甲油色系多元，连保养系列也很齐全，光是甲面的试底油就有五款，养护油也有四款，脂源油亦推出三种不同质地与配方，让不同喜好与需求的消费者均能满足。其中最推荐的是保湿度最高，同时擦起来却也最清爽的精华养护款，淡黄色的质地下结合了甜杏仁油、蚕丝油、荷荷巴油与维他命 E 等多元成分，滋润度高却没有明显油感。至于若是属于干皮、死皮偏多者，则可选择偏乳霜质地，有着角质软化的白色款；而若喜欢香氛保养，则可选购紫色质地的玫瑰润泽款，养护效果也不相上下哟。沙利韩森不仅是全球知名的植彩品牌，所推出的脂源油也受到许多专业假彩师推崇，选用高比例的红花籽油打底，并调和高浓度的维生素 E 在其中，得以提升指甲的强韧与弹性，另有杏仁油、芦萃取等成分辅助保湿锁水，涂抹后丝毫不显黏腻，甚至还有亮甲护色的效果。再加上容器形状瘦长，很适合收纳至随身包，而瓶盖也与长刷头相连，方便控制用量与涂抹范围。综观成分、质地与便利性都在水准之上，搭配好入手的价格，无疑是值得投资的入门款。奥运名将陈怡安在退役后转行制作手工香皂，不仅坚持用好油制造呵护国人肌肤的好皂，近期也新推出脂源油来悉心照顾各位的指尖、脚趾。其主打营养滋润的乳油木果油与夏威夷核果油，并依据不同香味搭配其他多种植物精油，每款都对软化死皮、预防干燥与皲裂很有一套。若对气味较为敏感也别担心，其贴心推出无香款式，且配方不打折扣，咦，就拥有多达六种的植物油成分，密集修护的效果十分值得期待。再加上采用方便的软管装，不用像指甲油瓶一样得特别放在桌面仔细刷甲面，因此很适合想随时随地保养的人。多数品牌的脂源油顶多只有几种香氛，但是 Artist de Voce 破天荒地推出多达17款不同香味的款式，其中不乏玫瑰、小苍兰等花香系列，亦有佛手柑、苦橙叶、黑莓、麝香等香水常用的香调，不仅满足更多人的喜好，也让每日保养充满惊喜与变化。除了蕴含角鲨烷以及多种植物油能带来丰沛润泽感外，还含有可软化角质的水杨酸，能帮助抑菌及防止敏感的红梅药醇等成分，在抚平纹路与恢复软嫩手感的表现，这是令人期待。本系列款是以有机荷荷巴油作为基底，并凭借着其滋润特性得以软化粗硬边缘，有望恢复肌肤原有的弹性，其中的小分子成分更有力让保养精华迅速渗透至底层，确实达到由内而外的润泽感。此外，其外形也颇为吸睛，选用天然迷你干燥花取代色素十分抢眼，摆在书桌、办公桌上皆很美观，再搭配添加的花萃香氛精油，散发淡淡花香，同时能让身心放松，不论是外观、香气、
肤触都是上上之选。欧舒丹的乳油慕系列向来受到注目，而热销的不知乳液护手霜产品其实也有这款脂原油。除了杏桃油、甜杏仁油等成分，光是乳油木果油就占了全部的 30%， 整体滋润性毋庸置疑，而质地则相当浓厚，不仅适合针对干燥粗糙的表面加强保湿，对于无光泽的甲面也能一并修护。最棒的是，本品不需添加任何精油或香料，就有宜人的淡雅香气，平时鲜少接触香氛用品，或男性也更容易接受。即便有网友表示部分留在肌肤表面的油脂容易粘黏其他物品，但仍不影响它的人气，建议者或许可将之当作睡前保养，比较不会影响日常。艾尼斯在美甲界虽然是新面孔，但所开发的脂原油却充满许多亮点。首先，其配方不含氨酸、paraben 等可能会致敏的成分，商品制造也通过 ISO、GMP 等多项认证，使用上令人感到十分安心。另外，在以多种植物油脂作为保湿锁水的主轴，另结合松露精华、五胜肽等成分，一举解决干皮、倒刺、死皮等烦恼，既可用于调养指缘及指甲的状况，也能兼做亮甲油美化指彩。加上独创的软管滴头，方便控制用量，不仅利于涂抹，欲分装到其他容器也很方便。若有着指甲容易断裂的困扰，不妨参考看看这款指缘油，因成分中蕴含燕麦蛋白质及维他命原 B5， 有望增强指甲硬度，并预防断裂，恢复甲面的原始稳定状态。亦因内含丰富的黄豆油、橄榄油、蜂蜡等三种有机成分协助保湿，滋养可说是相当充足。其笔形的造型轻便又好携带，前端还有类似刷毛的设计，帮助推展油体，保养时相对省力。只可惜单瓶容量只有 1.8ml，对干燥情形严重、需要频繁涂抹的人而言较不符合使用成本。来自韩国的 Innisfree 以酪梨油、荷荷巴油、柑橘油等三种油脂制成此款脂原油，遵循其一直以来低敏、单纯配方的主张，液体本身也几乎没有气味。尽管未添加特殊独家成分，却也有着不会干扰护手霜气味的优点，平常有涂其他手部保养品的人不妨优先考虑它。虽然它的渗透速度在网友之间褒贬不一，但脂原油的使用感本来就比较见仁见智，担心黏腻感的人也许可再多比较看看，或是试用过再决定也无妨。别让双手透露了你的年龄，尤其容易干裂的指缘更是保养时不可忽略的细节之一。来自台湾的国际美妆品牌 UNT， 其好品质及好口碑深受使用者信赖。这款含有天然摩洛哥坚果油的 UNT 山茶花修护指缘油，质地不黏腻且快速吸收的特色，更是在网络上大受好评。指甲油般的刷头直接刷在皲裂的指缘，立即就能修护及滋润指缘肌肤，而高保湿的山茶花油还能强化甲面，搭配能够软化角质的橄榄油，让手部肌肤更加柔嫩，顾全每一寸肌肤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